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请出示您的驾驶证、行驶证。怎么了？这让停车吗？哎呦，对不起，我开走了。来来来，你先下来。来，我证件呢？哎，行驶证、驾驶证，这是行驶证。我知道，驾驶证。走太急了，好像没带。你是没带还是没有？肯定是没带啊。你这样，把车先搁在这儿，然后那个你取完驾驶执照以后，我来提车。我们特别着急要去机场送他，所以你着急去机场，停在这儿干嘛呀？走工作证。我是刑侦的，您是交警的，我们两个一个市局的，所以你看看好不好，帮帮忙。行，哎，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。您讲，如果今后我有什么事儿落在你手里了，你能不能也帮帮忙，放我一马？听懂了，车钥匙。谢谢您配合，添麻烦。怎么了？这是因为我们违停了嘛，所以那个按照规定车应该是扣在这儿的，啊，那我现在叫个出租车，我送你去机场，啊。不，马上来不及了，这叫不着出租车不就好了吗？这哪有出租车呀？现在在这等肯定会有的。那这样吧，哎，这次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，我给你开罚单，你送他去机场，完事儿你把罚款交了，好吧？哎，行，那谢谢哥啊。对不起，走吧。不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，这不算什么特殊情况，我们照常办事。啊、谢谢。不是你干嘛呀？不是爱心他已经让咱们走了，你干嘛呀？我真来不及了，打不到车呀，现在。如果打不到车，我们错过飞机的话，也是因为我们有错在先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怎么永远这么轴啊？人家，你听我说，人家这不是轴，全京海的执法者如果都像我们俩这样通融来通融去的话，整个京海的治安就不要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现在打不着车，而且人家警察同志说了，我们可以先交罚单。他是警察，我也是警察，我们警察有警察自己做人的原则。行，你有你的道理，你有你的原则，我尊重你。你去拿罚单吧。同志，你停，麻烦你来一下。你等我。来。行吧，溜得够快啊！明白了。